是的，很多收获嘛。大家好，我是动作新生万鹏。大家好，我是动作新生王新月。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私下我们不太知道的一些有趣的事情？最搞笑的事情是着急出门嘛，要出发了。我一上车之后，我那个脸呢就跟我在医院躺了三天一样，那种刷白的。然后我赶紧紧急让万鹏赶紧给我补救一下，越弄越白，你知道吗？开心的事情。好，来，我继续在这儿。哎，好嘞。我说我不想要。对，我们把工房上去上去走走老师好，来了来了。王心月，妈妈爱你，妈妈爱你，王心月，妈妈爱你。撒马步的感觉，感觉自己在练肩，我好像那个关公。我都不敢动。